早晨有同学告诉我，印度那边有龙卷风，听说香港也下黑，几乎每一天都有世界各地的这些灾难传来。是我们见到这些状况，不能够不忧虑。灾难之所以形成，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吧，就是由于众生共业所感。人生在这个世间，古人常讲，不过是三万日，寿命很短。杜甫所谓的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，何必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？受无穷的苦报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可怜悯者啊，众生可怜，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可怜悯了。佛虽然怜悯，佛也没办法帮助啊，自己造还得要自己受。恶业太多太多了，十不善业，这是佛从总纲上说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，杀生啊，食肉，而且还要吃活的啊，看到啥不知道这个业之重啊。佛给我们讲，杀生招来的果报刀兵劫，人为的灾害啊，偷盗的贫穷果报，招来的是人为的，这不是是自然的灾害，啊，杀生是招来人为的，冤冤相报，啊，这个偷盗感到的就是自然灾害，这两种恶业。大家普遍的都在造啊，杀生，我们学佛的人比较容易体会，偷盗不容易体会，天天干偷盗的事情，自己不就不知道啊？啊，知道他就开悟了。佛家讲不偷盗，是讲不逾矩啊，这个东西无论是大小，无论是贵贱，这个东西有主，主人没有同意，我就把它拿来用了，这就是偷盗。给诸位说，这个戒经里面讲的很详细，我暂时的拿来用一下，主人没有同意也是偷盗啊！我用了之后还能归还，这个偷盗的最轻，拿来之后不还据为己有，
或者我自己拿去转送给别人，这个很重，这个头道很重，罪业就很重。那么如果是个人的，这个东西是个人的，结罪业是对他对象是一个人，将来要还的。不是就这样了了。你看佛给我讲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因缘，四种缘才聚合在一起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。所以这个离根四通通明白了，才知道啊，人生在世间想占别人便宜没有这回事情啊，我呢吃了人家亏上了人家当了也没这个事情，真的是冤冤相报丝毫都不爽啊。到一个人的你将来还着一个人，这个还比较容易啊，这罪比较轻的。如果是公共之物，那事情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呢？主人太多了，你将来一个一个还，你要还到哪一辈子？不是你在下一生的，这些人的债主通通都聚集齐了，你可以一次还了，不是啊。个人有个人的业报，轮回到各个法界，将来你遇到都要还债，决定不能避免的这因果报应的，怎么能不怕啊？所以公共的物品决定不能偷啊！如果是国家的设施，你要是偷盗，你要是夺取霸占，将来还的时候要还给全国的人。国家设施这个财物是全国老百姓的税收啊，这个国家的国民都有份的。那么你这个偷盗这个窃取啊，霸占，这个债主可不得了，所以这个罪很重很重。为什么佛在经上一再的嘱咐我们不可以逃税也？逃税也是属于偷盗啊，钻法律的漏洞，种种巧妙的方式，干的是什么？偷盗啊！世间这个戒罪惩罚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。将来在三途的罪报，这个不得了。佛在经上讲得清楚，祖师大德们在讲解经典、注解经典里面也说得透彻啊，最重的、极重的罪报是偷三宝物。佛家道场里面的东西，一针一线、一草一木，那个结罪就麻烦。所以佛说的很明白啊，比丘破戒，佛说我能救啊。
偷三宝无佛不能救，不但这一尊佛救不了你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联手来救都救不了你。你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三宝物叫常住物，它通尽虚空变法界，所以叫十方常住啊。只要是出家人，持戒他方，所以他这个范围比国家大啊。你这一国，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最大了，13亿人口啊。你要偷国家的东西，你要向13亿人结罪。如果偷三宝物呢，是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，出家的这个众生他都有份，这个戒罪戒不清啊。道理在此地，我们人生寿命这么短，是在讲我们生活的需求是在很微薄啊。每一天吃三餐饭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矣了。在这一生当中，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缘修无上道？但是我们在修道当中，如果你还要犯着偷盗戒，往生是不可能的，做不到啊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，妄语里头最可怕的念食。这个罪极重极重啊。我们出家同学聚集在一起，这个地方是稀有的正法道场啊！你能爱护这个道场，你在这个地方修无量的福报啊！你破坏这个道场，窃盗常住屋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自己不知道，以为这个小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一针一线，一草一木，微不足道嘛，这算什么嘛？世间人常常这个错误的观念的，错误的看法了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后面果报的严重性、可怕性。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好学的这些年轻人啊，我们出家人也在其中了，也偷盗啊，盗什么呢？盗经书啊。看到这个常住书很多不错啊，偷偷的拿几本，都犯了严重的盗戒。从前我们看到好书，我们带笔记本去抄啊。现在非常方便，你看一般图书馆都有那个大的影印机、复印机，你需要的你去拷贝带回去，好方便太多了。这个设施救了不少人呢，减少人动这个盗心的，造这个盗业。李炳老
他是个在家居士，他每天还去上班。他告诉我们，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私人写信，用公家的信封信纸，这个都变成习惯了。哪个人都是这样做法，可是李老每一次领信封信纸，都要向他的主管。他是在奉祀官府服务，当秘书，都要向奉祀官去报告。我这个信纸信封啊，有时候我要拿来私人写信啊。奉祀官显得啰嗦，哪个不是这样？你说这个话有什么意思？来干什么？我说的是，你一答应了，我就不犯盗戒啊。我要不跟你说，我拿这个信封信纸写私人信件，我犯盗戒。犯盗戒，这是公家的东西，这个戒罪呀，要向这个机关团体里面来戒罪。只有学佛的人懂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四相之严重啊。他常常教导我们这些学生，因为在佛门在常住最容易造这些罪业，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，不以为然，将来遭受极大的苦报，后悔莫及。学佛的人说实实在在的话不容易，做法师也很难呐。这些事情，比如我受三规，传授三规，要把三规的意思讲清楚；受五戒，要把五戒每一条戒戒体、戒法、戒相、开戒吃饭，都要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他懂了，他才能持戒，才晓得怎么守啊。含糊笼统传授了，也没告诉，也没讲清楚。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犯严重的过失，传戒的法师要不要负责任？他将来造作罪业受报的时候，我在哪一个法师那里受戒，法师没有告诉我，我今天堕落这个样子，这就把你牵累上了，你也脱不了身了。难呐，所以印光大师一生不给人受戒，不传戒。印祖一生不做住持，不收出家徒弟，不传戒。他老人家也有三不啊。你要想想看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？不容易，太难太难。收出家徒弟，如果这个徒弟没有深厚的善根，师父在，还规矩像个样子，师父一天哪一天不在了，他就胡作非为呀。去节经义，
破坏佛法，破活佛身。师兄弟不好，这个跟我好，那一个跟我不好，老和尚走了，将来自己做了主持了，自己看不中的师兄弟就要把他赶走，破活佛身啊。罪业阿鼻地狱啊，道场至少要维系到戒行相应啊，古时候的道场每一天8个小时讲经啊，如果是念佛道场有8个小时念佛啊，在行门里面一般呢，如果不是禅堂就是念佛堂，禅堂8个钟点参禅，戒心相应啊，有偏重于戒的讲师，天台宗也多啊，着重戒的，虽着重戒，每一天讲经研究讨论8个小时，台中有念佛有参禅的，参禅的比较多，禅堂里面至少也有4个小时，不可能少过4个小时，一天12个小时，这心住在道上，这叫道场。做不到这个标准，千万不要干住持，你要当住持你就造业。住持就好像学校的校长一样啊，你的责任是教化一方啊，住持是负责任的，自己可以不讲经，可以不上殿，你是主持这个教学行政的，你可以请法师来讲经，请法师来领众。请哪些法师，教的是什么内容，由你决定，不能由法师决定。因为你是校长，你负责任。我请法师，请你讲什么经，什么经，你一定依照规矩讲。所以教育的成败是校长负责任，教员不负责任。教员只是执行的，所以住持的功德了，遍在一方啊。如果本来这个道场是个如法的道场，你接受过去之后，你把这个法破坏了。你把它变质作为一个专门盈利的场所，佛家讲的批判如来啊，去开佛店去了，搞迷信的，欺骗众生，这个罪过阿鼻地狱。为什么干这种事情？宇宙人生，事实真相
不了解，夜莺古报的道理与事实是一无所知啊，所以自己得病的时候就造罪业，造极重的罪业，自己还以为这个是无所谓的小事情啊，这些事情世间法律不结罪也啊，哪里晓得有这么重的罪业？要不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出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呢？所以我们学佛有缘啊，总算是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，这一生呢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啊，遇到好老师，把正法传授给我们啊。佛在经上讲的，当孝于佛，常念师恩呐。那我们在教室里供奉老师的照片，我的法，方东梅先生介绍的，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传授的。夏老居士这是间接的乘船，所以虽然没见过面，我确确实实依照他的教诲去奉行了。韩馆长30年的护持，使我们身心安稳，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啊，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。这个恩德念念不忘啊！我们这次开讲华严也是他的一个愿望，他在临终的时候最后一个愿望，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圆满啊，我们是报他的恩的。这个恩德惠于一切众生，啊，所以学佛决定要守戒的，要持戒，决定特别是道戒，决定不能够犯。知道三宝门中这个道戒的这个罪报是不可思议的啊，而且是佛都不能救的。今天时间到了。